近日，一组军艺校花徐冬冬的写真在网上疯传，不少网友称她为中国第一美胸，甚至有网友认为甩张馨予几条街。徐冬冬是中国影视界新生代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出演了《林师傅在首尔》《血色沉香》等电视剧，并在张一白执导的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中饰演北京女警角色。酷六娱乐余温苏弟为您整理报道。